这江湖秘术自古便有，刘氏秘本有二，一为机关，鲁班钥匙，二为方术，金华秘术。这解决江湖事儿啊，还得江湖人。他说你是个好人，好人就活该关在这里。十卦就不准，一卦赠给江湖人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什么是江湖秘术。 龙云镇怪谈，传说是真的。烧的什么香？江阳八行香。给我带什么香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嘿，这从窗户逃出去的，这人是个高手。这是什么？ 这就是江湖秘术，你就是幕后主使，或者说，你就是宋三江。老神捕就是老神捕，这才是我的真面目。用你的铜丝血泼他硬气功，你怎么这么迷信啊？迷信个屁！你的血有毒，从今以后，整个镇子也别想有太平日子过。 世人皆冤枉我为杀人凶手，我又怎去救这些世人？